头干练的短发使林青霞年轻了不少，看上去气色相当不错的她，为了响应老电影《抢救行动》，特地现身台北，现场播放了多部已修复的由林青霞出演的老电影。当播放到和旧情人秦祥林共同出演的《秋歌》时，林青霞甚至不好意思地假装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。这一次，而不少台下观众也对影片中两人打情骂俏的镜头都笑了。他是正是邪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是个心胸狭窄的、爱吃醋的、疑心病重的、最被嫉妒的男人。由于一年一度的台湾地区金马奖即将来临，在现场就会否参加金马奖一事，林青霞也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念。参加金马奖这个问题，我在接近金马奖的时候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